浪人组一开始只有两个人啊，韩局长在内，近藤勇，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秦泽鸭。哎，秦泽鸭是谁？没什么印象。哦，他被近藤勇那一派杀了。近藤勇と芹沢鴨はどっちが偉いかでいつもいがみ合ってたらしいわ。それで近藤さんは芹沢鴨全員を殺してしまったんやと。什么人生呢？別崎にしてな。哦，反正他们就说，哦，就是他们内部不和啦，然后近藤勇就把另外一边人杀光了。比当归长一点是吧？跟当归比干什么啦？哦，野狗杀了鸭就是这样的意思。他说：“阿姨呀，你这种人啊，去了新选组一定会早死的。你还是不要当那些野狗们的伙伴吧。”野狗吗？真讨厌的东西。而且万一我们家的客人啊进了新选组，就谁都不会来了呢。啊，还我们也卖不了东西，生意不好。话说回来，一先生你的剑术如何呢？超强的好吗？我的剑还会发光呢。好了，就话说到这，那我去了。等等等。啊，等等，一先生。我知道你想工作了，选个平常点的工作嘛。孩子啊，我已经决定了，不要给你们添麻烦。没时间跟你说话了，真是顽固的家伙呢，李先生真是的。哎耶，搞定了！然后去新选组的接啊，哦，要去新选组的根据地。那我们先来接支线吧。啊，这个废物还没钓到鱼。他说：“再给我一个最后愿望吧，给我一只鱼吧。”拿去吧，给你只高级的鱼。七里卫生纸没什么屁用，我们来钓鱼好了。我现在有超级钓竿，我们已经用点数换了超级钓竿，钓神是吗？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啊，超钓神，对对对对对，不管怎样鱼都可以钓得到，天下无敌，呵，吃我的钓神啦！不过我觉得钓鱼在 PSP 上真是超难钓的，因为实在看不太清楚。对啊，我也觉得钓鱼根本不用做啊，每天都我们给他鱼好吗？哦，这是什么？什么奇怪的鱼？好丑！嘿，我丢。快吃啊！快吃啊！哎，我这是钓神呢。快来吃好不好？好，来来来了。其实我看不出来那什么鱼耶，乌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对鱼其实没有什么研究，所以其实我不太清楚它是什么鱼，就是了。这是真的。钓远一点的看，有什么比较大的鱼？看，有智障来吃的，喵喵，咬啊咬啊咬，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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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什么？
那个，这是那个叫什么鱼？那个什么鱼来的？那个胡须的那鲶鱼是不是？好大的鲶鱼哦！远远的还有没有鱼？丢到最远看看。嘿，哼。不知道远远地方会不会有鱼来吃呢？淡水钓鱼给你咸水，不好吗？你技术好到可以在淡水钓咸水鱼，这才是高手好吗？哦。这什么鱼？人面鱼！不要钓这么恐怖的鱼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钓点正常的鱼给我？还真的很像人面呢，他妈衰小脸呢、人面鱼是怎样了？然后想到以前 DC 有一款游戏叫人面鱼，更莫名其妙的游戏，这鱼可以转呢。你好，安安你好，呵呵，好恶心啊！我干嘛钓什么人面鱼？这莫名其妙，这游戏有毛病。哎，早0919。我继续钓鱼，不要钓什么人面鱼，好恶心的。哦，又是鲶鱼王，哦，好大鲶鱼王。对啊 ，Sega 以前出过一款人面鱼啊，在 DC 上，哎，这鱼还转来转去。看根本自杀的鱼为什么要旋转呢、啊？哎呦，螺旋桨起飞喽！对啊，这钓鱼比三龟简单多了，而且比较简单啊。其实以前比较难，以前因为有卷钓器，那这一代因为是古代那个没有卷线器，所以就比较简单了、啊。基本上只要看那个鱼标进去的时候按就行了。那我们看有没有鱼吧，没有鱼我们就闪人了。有没有鱼？鱼儿，鱼儿，鱼儿，水中游，快点游，快点游。鱼不游哎、欸，快点啊，快点啊！我以前 DC 那款人面鱼我还真的有买来玩，还用麦克风跟他玩。可是我那时候日文不好，也不太会讲什么就是了。然后其实也玩的就觉得嗖嗖了，冷冻鱼雷。哎，这有一只比较远的，该不会最后是鲶鱼吧？我觉得这边只会是鲶鱼，算了，闪人吧。超级霸王电影弹 ，Map 兵器1到8格，直线，气力140，烟消耗100。欸、好像可以跟古墓老师学东西了吧？应该有新招可以学了。老师教我新招。维新，维新，维新，没错。哦，猫反哦，就是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叫什么格斗游戏有个名词啊，就是那个被打倒在地的时候瞬间按可以弹起来那种招式。我靠你们！快考我啊！哎，你们不考我，快考我啊！哎，没按到，没按到。就这个东西，瘦身，对，瘦身啊！嘛，不过瘦身这应该在蛮后面的才学到，所以不过这一代其实没有必要那么早学，是因为。你学了之后，只是解开那条那个能力球的封印，你还是要点到。你没有点到的话，还是不行。没有龙马是北城一刀流，而且是免许接传，它是北城一刀流的。
当然这一代他就淡丁流了。哦，然后刚刚两个妈蛋打我，有没有扣我的血？看来是没有。闪开！那小屁孩。小屁孩给他玩具，他说跟朋友吵架了，啊，他说他把东西弄坏了，啊，他说他就很生气，他说你是故意弄坏的吗？他是故意弄坏吗？然后小孩就说应该不是吧，怎么可能呢？这样你还不能原谅他，但是你不能原谅他吗？嗯，因为那个玩具啊是最重要的，想说跟朋友一起玩，结果好好收藏的。他说我是没有关系的啊，他说比起不要管我的事情啊，你觉得重要的就好了啊，对你来说朋友是可以不要的东西吗？哎，啊，反正就是说朋友啊比那些有形的物质更重要，朋友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你懂了吧？朋友才是你最重要的东西。我要去朋友那边啊，就是这样。但是要说什么好呢？哼哼，小孩子嘛，你们一起玩就会和好啦，是吗？鱼真的可以玩，要朋友把它吃掉了，被朋友玩坏了。那、啊、给他个什么？跟他朋友一起玩的，给你卫生纸吧。那、啊、再给他一个玩具，让他跟朋友一起玩。给你一个朋友玩具哦。啊，我有我有个小金块，你们拿金块去玩吧。嗯，我有这个齿车呢，齿轮。我有千年树的树枝，给你们跟木头好了，跟木头去玩好了，你可以去敲爆你朋友的脑袋，来吧，这个东西拿这个去吧，这个不行吗？可以呀、啊，啊，谢谢你，啊，我给他木头，让他去敲爆他朋友的脑袋，你看我多么的好心，没有毒品。啊、我们来看抽奖。我们来看一下礼物有什么。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废物的东西？你们到底有什么毛病啊？特等红色的嵌片，银之金锤，玉林之酒，然后最烂奖还是卫生纸吗？根本整人。两边是一样的吗？我们来抽一下吧。应该卫生纸吧？哎，二等奖哎，居然是酒，还不错。喵，绿色的是什么？卫生纸吗？啊，哎呀，是卫生纸，根本混蛋！我被坑，我觉得我被坑了，可恶！哎，赖三安，没有同人志啊，又是卫生纸，你们这根本就卫生纸吧？看，我要检查，要把整个拆开来看，你们到底是不是一等奖？啊，那里面根本就只有卫生纸，又是卫生纸，我也不用那么多卫生纸啊！我知道是必备品，可是我们也不用那么多卫生纸，好不好？哎、欸，蓝色是什么？三等奖，这是什么？然后小什么鬼东西？我要抽特等奖，又是卫生纸，马上卫生纸战队。根本骗钱，害我包包里面满满的卫生纸。哪里？哦。相信我，这样人应该是不会死的。
嘛，一个人嘛，单身嘛，卫生纸需求大一点错了吗？我们把卫生纸收一下好，实际上带那么多卫生纸也不好，我们把伸进仓库里吧，顺便拜个拜。这报什么啊？这是那个什么虫，堆粪虫。看为什么身上要有堆粪虫啊？这游戏有莫名其妙哎，对啊，雷切啊，好像太猛了一点，我们可以换弱一点的刀。雷切好像有点猛。啊，喝点酒。这卖什么？啊，真好吃！走走走走走！哦，来啊 PK 啊！你嚣张是吧？没有要刀啊，没有啊，我还没有做出来。哎呦，还有一只，居然还有一只！还有，你们到底有几个人啊？哎、欸、，Starkeeper 安，妖怪会，哎，我可以做妖刀了。我忘记是不是妖怪的绘本，但是我记得我有一个东西可以拿来。我记得我之前打迷宫懒得打这个，有这个就好了。又坏了，为什么？他不是最近因为跟更新的关系，所以一直坏啊。这个游戏呢，真的是用钱去换一切的东西。现在这游戏只要有钱，你就是天下无敌了。辛辛苦苦做好事累积德，为什么呢？去赌博就好啦，赌博就好多钱了呢。你去赌博，赌到一大堆钱，然后去买东西，就会有一大堆德了呢。缺德的时候去赌博就对了。你看这游戏深深告诉我们赌博的重要性。买点酒带身上吧。那你不就两天没打到 Coil 了？啊，这游戏告诉你，赌博才是最重要的。这卖什么的忘了，在吃饭的。其实我根本没说我要吃饭，他就自动帮我坐下了。你老板你是怎样？我没有说我要吃啊，我跟你讲句话不行吗？你这家东西我都吃过了，还有一个没有，芋头没吃过。看一下地图。哦，
妈，那就没法了。哦，这家植物我还没去过呢，想起来了。哦，现在上面也开了 ，OK OK。对啊，跟他讲句话你就非要进去吃饭了。啊，这有那个事件，要有那个事件的偷衣服的事件。跟帅哥进来坐啊，然后坐下马上叫你点菜了。我们没有啊，还早啊，那大概没得打了吧？欸、不一定打嘞、欸，你说吧。这就是那个吧，这就是那个什么事件吧，有偷衣服那个事件吧。喝酒，哇，在洗澡时候喝酒真棒，欸那你没了，我的衣服没了，啊，嗯，伊玛诺，刚的是我的衣服，喂 ，Party。客人，客人，你没穿衣服啊！他又被偷了！啊！干，妹子挡我！啊！可恶，居然全裸的追出来了！哼，认命吧。有了，有了，在这里。咦？哎，糟了！哼，原来我们付的税也有派单用场的时候。怎么了？干嘛？小偷又不是我，是他。你说什么？在街上全裸乱跑就是你吧？什么？哎，不是啊，我的衣服被偷了，所以说什么这变态？真麻烦，快逃吧！客人，你回来了。真是的，有了，刚刚就是搞报错，我搞欠了啊、抱歉，搞错了。耶、yeah, ，可以再洗澡吗？不行，不能回去洗澡。哎、欸，不过如果这边这时候有这个事件的话，岸边会不会有那个什么黑船？哎、欸，没有，黑船还没有出现。捡垃圾大师，哎、欸，这三个看起来是坏人 ，PK 啊。
不过这代还不能主动集气就是了。应该是之后可以学到主动集气的技巧。啊、小狗哎、欸，汪汪！来看这间当铺有卖什么？好像来过，我刚以为我没来过。买东西吧。哦，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这边还可以卖东西的，我现在不需要卖。哦，现在北边开了，我们可以去北边出去了。啊，太太你好。壮太太，哎，对啊，拿食物打人，吃我的尾鱼啦！你好，啊，门开放了，可以自由通行了。喂，你知道吗？在洛内的北边啊，有一个有着银柳名字的剑豪。银柳，没听说过呢。总之，他的剑术很了不起哦。哦，那必须要去看看。银柳的剑豪在洛内是吧？哦，这边是洛外是不是？然后这边是洛内吗？银九的剑豪在北边。哦，哎，在哪里啊？这里吧。修行这个吧，啊，银柳道场有了 ，OK， 那边练剑，然后这里有什么赌场啊？赌场玩的差不多了，之后再玩就可以了。四条大桥这边也有很多石，哇，这台地图也不小哎、欸。银柳是什么鬼啊？这武器屋，我们可以去武器屋看看。哦，这好荒凉哦，这边是洛外才对吧？安娜。三小啊，很呛哦，很呛哦。老子空手对付你们。答错，这不是空手。就我真的觉得这样怎么打他们死不了，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打点水吧，口渴了。武器屋啊，门口有只小狗，我们来看武器屋可以干嘛。枪很烂，好吗？